长跟邱经理一起在现场，为我们今年的台南耶诞节呢，启动一个点灯的仪式，祝福大家的今年的圣诞佳节呢 ，OK， 非常的愉快，非常的开心，非常平安，真好幸福啊，好开心啊，耶，圣诞快乐！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启动这个点灯了，对，一直陪伴我们到圣诞节。好，谢谢我们三位长官，谢谢。